注意在哪个环境，这其中我们要了解的。因为通常约会的地方呢，就是没有其他人啊，有时候就是太像很自然的嘛，出了那个戏院就找个地方两个人，对，就觉得很自然的啦，就想一些没有人的在的地方，车子里面呢，对对对，这些都是男人的心机，对不对？哇，你很有经验哦，还好啦，老师你之前都在哪里？我会觉得那些是，我看戏看得多了，对啊，我觉得那些是可能可以制造去提醒自己，但我觉得最重要是这里嘛。想法要清醒，对，就是跟威廉讲的，如果他自己本身觉得是他要防守的，那他的女伴也是要防守的，那太好了，这两个人就很自然有一个共同的方向。因为你注意一样东西，当两个人大多恋爱的时候，其实不是女方很误会，以为说男方一定守住这个眼，其实在男方来说反而看不起这个女的。哦，没有没有，我不觉得全然是这样子，他有这种现象，怎么样呢？一般上都这样子，对啊，因为在我们的一些调查当中，发现说，当女的给了对方了以后呢，男的会很容易就这样子分手，反正结对分。我们好几个个案都数据会比较，几率会比较高。对对，那可能说 William 觉得说，如果是有爱的话，那也许就不一定会分了，对吧？就是如果两个人就是超过那个肉体的那个所谓的互动，是有很多方面，我们精神上、心理上，我们都很投契的，那就可以。我觉得我很赞同老师刚才说的，你一开始你就要有所约束，对不对？肉体和肉体之间的接触，就不要制造那一个营造那个气氛，让大家很自然的就会去掉下去，进行这样的一个 OK。也要防止嘛，因为我好几个个案，就比如说我曾经好十多年前就好了，就有三个十七岁的女生，每一个都是 perfect。就在那就是纯菜颜了，就在那几个当中，我就觉得一个两个三个就能掉进去，只是去对方那边补戏，两个在一起搂抱一起是重要。另外一个就是要分手的时候去拿回东西，他就强硬的就在那边，所以有很多东西女性要防止。那如果我们现在已经适当结婚了，那我们不去补戏哦，那我们怎么在一起就发生了。那你有手也会过来拿东西吗？天，我不要找你啊。哇，原来上帝在两性之间制造了这么多的学问，让男人和女人不断的学习和理解，果然神圣啊。